我是大梅，来赶海了，还没有吃中午饭呢，肚子有点小啊，赶紧往里走吧 ，Let's go。一个海螺壳，这个大海螺的壳，这个给它放到家里的鱼缸啊，进去。这个情况有点特殊，这个毛毛哇，能不能看到这个沙子在蠕动？然后它在一步一步在窝沙，但这边这个是杯子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哇塞，这边还有个小茶杯呢。洗干净了，你们老师让我洗干净，来啦！这个金钱螺，你看它这个轨迹，从这边爬爬爬爬到这边，这个金钱螺算个头大的了。我已经看到它的肉肉了，今天放过你了，宝宝。这边的话，你看沙比较硬啊，它就握得不是太进去。哇塞，哇，这个孩子超爱玩。进去，这个网上面挂了好多海螺。这个是干啥的？这是弄海虹的，就给它带回去吧。这个水好暖和，暖和的话它就开始磨沙了。你看，像不像那个眼睛，像猫的眼睛一样？出来吧，宝贝 ，Come on baby， 洗白白。哎呀妈，锁了！哇哇，好滑滑呀！这要开始展现我的浑水，细细娜娜。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可能是水温太暖了。这个已经牺牲掉了。哇、哦、嘿，我嘿，小毛一个，这个应该也是，这个应该也是小白鸽，小白鸽好白呀、啊，这个。这个全部是浪冲过来的，然后就搁浅了，毁了。难道是我眼花了吗？可能是我眼花了，啥也没有，是吗？没有。看在这儿。哇！我天！我看看的应该就是它。哇、哦！这个天气太暖，感觉都有点不行了。差点给我弄丢了这个，宝贝，进来。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猫眼捞汁饭，先给猫眼呢给它清洗干净啊。尤其是嘴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泥沙，还有这些黑黑的脏东西。把猫眼放入锅中，加入葱段、姜片，加一点料酒给它去腥。煮个3到4分钟，然后给它出锅。把盖子给它拿掉，肉挑出来，顺着这个猫眼螺的纹路给它挑啊。完美。嘴巴粘液这边啊，你看还有好多粘液。给它清洗，然后还有好多泥沙，用温水再给它洗干净。热锅倒油，葱姜爆香，倒入猫眼，倒入高汤，加入少许料酒，少许生抽，加入少许蚝油，加入少许生命源泉，大火给它煮，青菜、胡萝卜焯下水。熟了，哎，我先吃一个这个猫眼吧。嗯，前男友送的小酒，今天走一个。哎呀，这么洋气啊！
咋穿。2000 years later。哎呀呀呀呀！开坛十里香。来，老规矩还是要走一个，每天开开心心，先干为敬啊！干了吧，一杯干了。啊，爽！这个猫眼螺的头部在这边啊，这个是特别特别有嚼劲的，一般人嚼不动。我来嚼，感觉有点上头了。喝酒喝多之后，总会想起某些人、某些事，唉，犹如昨天历历在目啊。干了，第几杯了？不知道。头晕了，我得上去眯一会儿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大美的，记得给我点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